原标题：毛主席逝世后，华国锋为树立领袖形象做一决定，令高层面面相觑机遇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存在。有时候真的就是从天而降一个惊喜，从此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。我们常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，确实，一旦机遇来了，如果没有能力把握住机会是非常可惜的。在茫茫人海中，觅得机遇的人并不多，抓住机会青云直上的人也不多见。华国锋主席就是这为数不多的人之一。说起华的机遇，就要追溯到1951年了。在这一年，华接到了中央新的任命书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，任命华国锋为湖南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。论官职，对于当时的华来说已经是很不错的了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个地方是毛主席的老家，家乡的变化毛主席自然而然也会特别关注的，所以华在位时的表现就显得非常重要了。华到任之后是第二年去的毛主席故居，当时通往毛主席故居的道路不是很平坦，为了方便人们日后更好地参观毛主席的故居，在华的主张之下修建了一条直达毛主席故居的道路。与此同时，华还对毛主席故居修缮了一番，在故居处向大家展示了很多和毛主席有关的先进事迹。展开全文，当时的华正当盛年，说话办事也深得领导的信任。有一次华负责接待毛主席，见面之后毛主席对他是赞不绝口。因为家乡这个纽带，华和毛主席的距离也逐渐走得越来越近。1971年华被调到了北京工作，在北京勤勤恳恳地做了5年之后，便做到了副总理的位置。再后来周总理逝世之后，总理的位置顺其自然的也交给了华。毛主席在世的时候，华就非常拥护毛主席的方针政策。后来毛主席老人家逝世之后，华为了表示对毛主席老人家的缅怀之情，将自己的发型和着装也打扮得和毛主席差不多。可以说华是主席很忠实的拥护者，很多中央稿曾看到了也不知说什么是好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